净光发明明性深入，唯进无退，明不退心住。在这个定心住啊之后，有一种定光，定光啊就发明，这个明性深入。明性呢，深入这个修道的这个修行的善男子，这种啊，不进不退，因为啊，因为他明白了只知道有精进，而没有啊向后退。为什么他不退？就因为他真正明白了，真正有了智慧。所以呀，就有进无退，唯进无退。这个名字呢，就叫不退心的信心住，不退的信心住。心静安然，保持不失，十方如来气氛交接，名护法心住。这个心呢，有进无退，那么也非常安远，也非常平安，也不躁急，保持不失，总保持啊，这个有进无退的这个心，不失掉。十方如来，那么这时候啊，十方如来呀，因为你有进无退呀。所以就得到十方如来这个气氛呢交接了，这个十方如来这个佛的气氛呢和你的气氛呢，和这个修道的人的气氛呢交接到一起，这个叫名护法心住。这护法呢心住就是啊，佛也护你，你也护持啊佛法，佛护持你呀。得成道业，你护持佛法呀，发扬光大，所以呀，这叫护法心住，护法信心住，觉明保持，能以妙力恢复慈光，向佛安住，犹如双镜，光明相对，其中妙影重重。相如名回向心住，觉明保持。你这个和佛气氛相接，这有一种啊觉悟的心呢，觉悟而有智慧、聪明啊，这种的气氛呢，你保持也不失掉。能以妙力，能啊用这个妙力恢复慈光啊！你以微妙这个力量啊，和佛呀、啊、这个慈光互相啊相接啊，向佛安住。那么你这个气氛和佛的气氛，你这个光和佛的光啊，都互相啊。哥们互相啊，来回交接，犹如双镜啊，就好像啊选两个镜子似的，光明相对，光明啊互相对着，其中妙影在这个两个镜子中间的妙影啊，重重相入啊，重重啊就是啊没有尽的，重重无尽的，不能。没有完的这种的光啊，响入明回向心处，心光密通，开普常盈，无上妙境，安住无为，得无意识，明戒心处，心光密通。这个你的心光和佛的心光
互相密通，密回，密回啊，也就是密通，你的心光也通到佛的心光，佛的心光啊，也通到你的心光，这个密回，密回啊，那么佛的心光到你的心里边，又回到佛那里去。你的心光到佛的心里去，我回呀、回到你自己的心里。这心光与心光互相啊交接，怀佛常迎，得到佛呀、这个常常的照耀你，和佛呀甚至于合而为一，无上妙境啊，没有再比这个在上的这种妙境，安住无为，安住到这个无为法上，得无意识，得到这无为法呀，也不会意识，名戒心住，这个名字呢就叫戒心住。住戒自在，能有十方，所去随愿，名愿心住。你住到这个戒的无上金刚光明宝戒的上边呢，自在得到一种啊，自在得到一种神通。这种神通自在呀、是自在神通的，不必要作意，不必要这么作意就得到啊，能游十方，所去随愿，你到什么地方啊都是随心满愿的，都啊没有障碍，所以啊这个就因为随心满愿，所以就叫愿心住，你这个实性里边的就是愿心住，你有什么愿就可以满什么愿，愿心住。